下乐高大乐趣，欢迎来到坏血的乐高仓库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，乐高科技组42102克拉斯拖拉机。那相信有很多朋友第一眼看到这个42102想到的是42054那一盒大大的克拉斯拖拉机。那盒大大的克拉斯拖拉机其实我们也做过视频，只不过最终的视频呢并没有上在坏血的乐高仓库上面。但是那盒42054给坏血的印象真的是非常的深刻啊！当然那一盒是相当的棒。那这一盒缩小之后的克拉斯拖拉机，它的表现到底好不好呢？我们一起来玩一下。好了，我们这一盒42102，小小的迷你型克拉斯拖拉机就完成了。130片乐高积木，官方定价99元，搭出来的样子自然不会大。这也是乐高科技组的入门套组。整车呢，一共有4片贴纸，分别是在这后边两边的翼子板上，以及尾部的这2片尾灯，一共4片贴纸，其他地方就没有贴纸了。不过这小小的，你看，也就像我手掌一样大小。小小的拖拉机，你也不用指望它有多少的贴纸。
这个拖拉机做出来的功能呢，也是相对比较简单。首先，它前方这个旋转的收割装置跟后面的轮胎呢是联动的，主要联动的呢就是前面的这两个轮胎。你只要推动这一个拖拉机，你看到没？前面的收割机也是同时在进行转动，主要就是通过这边的齿轮来进行传动的。而后边呢，就是一个简单的转向装置，而它的转向呢，是可以通过上面的齿轮来控制它进行转向的。玩起来呢，自然是非常简单的。同时，这边一个黑色零件是一个拨杆，用来控制这个前方收割机的升起以及放架。总体而言，这一盒42102搭出来的成品非常简单，也非常适合刚接触乐高科技组的小朋友进行尝试。另外，大部分的乐高科技组都支持二合一，就是一盒里边有两个模式。这一盒小小的42102也不例外，它也有另外一个模式，只不过另外一个模式呢，也是一个收割机。来，我们来凑近点看，你看到没？它也是一个收割机，唯一不同点就在于后面主体的搭建方式略有不同。那这个42102的 B 模式，我们就不在视频里边重复进行搭建了。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乐高的官网下载它 B 模式的说明书。对，这个盒子里边呢，其实都只有 A 模式的说明书。你科技组的 B 模式的说明书，基本上都是要在官网上重新进行下载的。好了，今天坏雪的乐高仓库就到这里。这一辆小小的乐高科技组入坑套组42102克拉斯拖拉机，你还喜欢吗？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别忘了关注、点赞、分享。我是坏雪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